楚国大将闹齿率20万大军援齐，居心叵测的闹齿却乘机杀了齐闵王。狂怒之下，田丹杀了闹齿，临危受命，举起了抗燕复国的大旗。面对齐人最后也是最顽强的抵抗，乐毅改变战略，对仅存的莒城、即墨围而不打。虽有燕昭王的全力支持，却也引起了太子和一些武将的不满，从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。落难的齐国太子法章夜闯太师女闺房，情急中表露了身份。太师角命女儿携法章逃往即墨，继位为王，以振民心。走吧，父亲不想见你。老师，学生犹如亡命，无言再求先生教诲，指望老师多加珍重。学生此去即墨，回复亡命后隐居山野，绝不再见国人。我走了。
什么时候来接我？姐姐，娘，娘，娘，停车！不好！齐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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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国。
国，齐国，齐国，齐国！啊！齐国，不灭！全体军民叩拜田丹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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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叩拜田丹大人。田丹大人，看看他们吧。齐国不灭，杀敌复国。齐国不灭，杀敌复国。齐国不灭，杀敌复国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杀敌复国，敌国不灭，大人，杀敌复国。再不应允，就只有问卜于宗庙了。问仪将也，赵相即得其人。请先生详解。天意昭示，大人为即墨主将，齐国可兴。燕军主将乐毅率20万大军前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救我齐国！田丹谨遵天意。义兄义吉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当下不在于真与假，在于齐国之所急。大人，你看，齐国春秋第十册卜记，燕军主将乐毅亲率大军围攻即墨，田丹率众据城死守，燕军久攻不下，齐人壮哉。先莽在天之灵魂呐，佑我齐国吧！
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接着，给你来了，哎，快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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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，快点，哎，给你。快快快，哎，快点，快，是你，姐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送还姐姐丢失的东西。姐姐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出去，离开我家。穆王一死，我还能上哪儿去？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太子法章。
出什么？国破家亡，我只求苟全性命，求姐姐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救救我，姐姐，姐姐，救救我，姐姐，救，救，救！廉颇将军到！廉将军，要走了。征伐各为其主，秦、魏、韩三国都已回师，廉颇也要回国复命了。是啊，征伐各为其主啊。就廉公，这是此马虽老，千里之外，识得归途。老夫要走了，把他留给将军。廉公，远越将军勿忘故国，有朝一日若燕赵动起刀兵，练功各为其主吧。将军，东南北西四城皆由本城贵家子弟督守，保城即是保其家，请将军放心。守城各类木料分大小、短长、粗细，曲直分类存放，请将军随时调用。将军，城中军民日食两餐，按每人节食两升，可维持20天；节食3升，可以维持30天；4升则40天。如此算来，90天内城中不至于断粮。将军，即墨自围城以来，粮食无法运进，为长久计，请大人允许在城内逐户搜粮，充库以备。征收军粮，当以百姓力所能及为度，不可过分。只许计量估价征收发券为凭，战后加倍偿付。将军，兵法曰：城有不守者三，城大人少此一，城小人多此二，人多粮少此三。将军，城中库存粮食所剩不多，应早做准备。将军如此优柔寡断，必误大事啊。兵法上是有这几句话，可在这几句之后还有一句：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为可守之城，即墨百姓万家，正合其理，所以搜粮一事不必在意。粮食固然重要，保持民心之安定更为重要。当下未到粮绝之时，何必惊扰全城，自扰民心呢？诸位，内安才是抵御外敌的当务之急。遵将军命。将军，燕王与燕太子已亲临城下，抚慰燕军。
还有什么？父王，乐毅独掌大军在外，天长日久，儿臣担心。如何？啊，乐毅终归不是我燕国人，天长日久，恐怕必生异心。来人，在。哼，父王，鞭二十。父王，住嘴！你今天能站在齐国的国土上，燕公鼎能迁回国内，重振宗庙，先王之仇得以雪耻，靠的是乐毅，乐毅！不在如何治国治民上多用心思，小技术学得倒快。来啊！在。鞭二十。是。是。父王。父王，要仔细打，让他记得住。我验过伤以后再服药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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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王，代王。代王。我燕国雄师席卷齐国，代王威名得以远扬，先王之耻得以昭雪，今大功已成，代王有一班师吗？叶青，你是不是有回师之意啊？哼，啊，代王，臣以为吞并齐国为我燕国之地，自有不妥。那么月清，你当下的做法又如何解释呢？你把齐国的城池划进燕国的疆域，任命齐国的官员为我燕国的封臣，废除齐王暴政，宽免百姓的税赋，以笼络齐人之心。月清之所为，难道不是要吞并齐国吗？臣这些做法着眼于燕国后世之安宁，当今列国之间连年杀伐，或连横或合纵，敌友无常，瞬息万变，天下大势兴衰难以预料，臣深深忧虑，来日我燕国怕难以独挡齐国呀。那就攻破即墨、莒州，灭掉齐国，让他永不存在。兵家讲究时和势，乐毅认为今日之事不在我燕国。我燕军横扫百城，势如破竹，齐国君王国破，气数已尽，势又何在？代王，季节愿立灭齐最后一功。听乐将军说完嘛。代王，代王，当今燕强齐弱，人所尽知，臣不必多言。臣只说齐国强我燕国之处：其一，伐齐五国之兵，今日秦、韩、赵、魏已去，只剩我燕国；其二，我军连战连胜，将士骄气长，战志懈，思乡之心浮动；其三，即墨、莒州二城为齐国大都邑，城守兼备，兵粮充足，民心坚固。其次，齐国主将田丹心机诡异，战法奇特，是我燕军真正劲敌。臣一时疏忽，未能与其见面，是知己知彼之先机，臣至今懊悔不已。如此说来，寡人倒想见见这个田丹。代王，季节愿立即攻打即墨，生擒田丹，献与代王。月清，即墨城当真坚不可破吗？可破，然破城易，降人心难。威猛可以破城，降人心则非仁义不可。代王误以为今日破齐就能治齐，未破一座即墨城，死伤我燕国无数将士，结下燕齐两国世代冤仇，代王以为值得吗？
若代王令下，乐毅即刻攻城。寡人明白了，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啊，月清，这里的一切事情由你全权处置。季节，随寡人回都城。代王，代王，代王。猛将好战，寡人明白。北面的楼烦、山戎，随将军尽兴征杀。月清，加封你为昌国军，享30000户都。臣乐毅领代王封赏。怎么，你竟不推辞推辞？将在外，朝堂必多有横议。臣领有代王如此隆恩，可以有失而无恐。啊，季节将军，这就是主将、猛将之分别。走吧。臣拜见太子。乐毅大人，我不过说了几句真情话而已，却惹来父王如此责罚。你好威风啊！今日我特来告罪。走。太子。太子，太子。我乐毅虽是赵人，可对代王、对燕国是一片忠心呐。将军，传令，自明日起，围城三军，撤后9里。白天对出城耕田、行商之齐国百姓，不加阻拦。傍晚进行，拂晓开进。夜间各军需严加巡防，不得懈怠。是。问以城守、赵相及城监。请先生详解。天意昭示，即墨城坚不可摧，将军勿忧。拿来我看，拿来。义兄一急，两只鬼。那上一次也是两只鬼。我当主将，并非天意。你竟敢亵渎神灵，欺弄百姓！
你就不怕天地报应？大人何不登上城门，将此真情告示全城危难国民，告白城外虎狼之燕军呢？大难当头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何所惧？何足惧？你非你，即墨非即墨，天地之间只有一事为重，救国，救齐国。危城之中，毕竟神灵，然问卜实情，只有主将一人方可知晓，对百姓只能告知吉言，以免民心惊扰。大人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温仪、城守、赵相及城监、恒久、城监、恒久，大人，子时了。长此以往，不战自败。呸！乐毅这个奸猾小人，围而不打，想让百姓心软。当兵的没仗打，还不得找事儿啊？哎，老爷，他不打咱们，咱们打他呀？跟他讲什么礼节啊？他占了咱们齐国，还不该打呀？有道理，打他，逼他打。将军，我军一日数惊，实在令将士不安呐。田丹诱我出战，我不动，他又能如何？传令。在。入夜后，各军加强戒备，营帐外埋伏弓箭手，来敌必歼。遵命。慢。白日若遇见齐军，退避回营，不许交战。是。将军，此举乃夜间如狼，白日如羊啊！这是人之本性。乐毅此人深谋远虑，实乃一代人杰。田丹
他难以抗衡长久啊。父亲。当下国势衰微，民兴混乱，复国大业需全民鼎力，仅靠天丹死守一座孤城即墨，恐难振作民心呐。父亲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当下首要之举是找到太子法章，册立新君，以号召万民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。可不知太子现在何处？我猜想，太子很可能还在城内。父亲，恕女儿大罪，太子法章就在府中。啊！臣未知太子驾临，罪不容赦呀。太史大人，法章无君无父，丧国丧家，与常人一般。我只想做一个常人。姐姐，快扶老人家起来。太子，国土沦丧，万民倒悬，臣请太子速往即墨继承王位，救我齐国呀。可是如何走法呀？女儿不孝，有辱门风，今愿陪同太子同往即墨，来日不必再见。父亲保重。齐国。